都相当好，不过就是说在落点上面比较差一点哦，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。二垒手拦到传往一垒，陈江河之前因为右脚踝的受伤哦，所以休息了一段时间。今天他重新的披挂上阵了，但陈江河他的守备功力一向是非常了得的。这个球接的真的很漂亮啊，包括他接球之后的一个转身的一个传球啊，这个对一个投手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心丸。如果这个球这个再传出去的话，造成这个安打之后呢，对下面的这个打者来讲的话，有相对的一个优势。轮到是第三棒的克里斯多福，现在是行政立案出局。那我们的球评林坤安教练呢，过去呢是非常出色的一名内野手出身哦。林教练说的是说，这个守备最大的困难度是在于他接到球之后的传球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接到球之后呢，如果你的